在中国广东宝汉之街，这条仅有两三百米上的街巷，聚集了许多的非洲黑人。在这里的非洲黑人，大部分都是为了在此赚钱。很多黑人都已经在这里定居下来。土味黑人正在菜市场买早点，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中国式生活。买早点、买菜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